嘉义市日前一名小小男子骑乘机车经过新营路甲林松西路的时阵，无小心甲汽车发生侧撞，而机车竟是因为车祸滚落到汽车的车底。小小男子是坐伫路边，路过的民众看到了后，随即通报消防局，并派遣第一分队救护人车前往救援。嘉义市消防局第一分队救援车到场之后，看到机车卡伫车底，随即找寻机车驾驶。而驾驶伫车发生之后，自行坐伫路边。救援人员随即前往查看，发现这名小型驾驶身体侪受擦伤，好佳在意识清楚。而在救援人员对进行指挥等救护处置之后，送往病院治疗。现场为一辆汽车跟一台机车发生擦撞，机车的 车子车身卡在这个汽车的底下。那人呢就碰到一旁的人行道，等待我们的救援。那救援人员到达之后，评估患者肢体多处擦伤啊，那我们将他清洗伤口之后做止血包扎，送往医院。该气象局表示，暗时驾驶车辆也则是骑后倒摆，要保持防卫性驾驶，经过路口注意来车以及道路状况，并遵守交通规则，才会使保障家己以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财产安全。新闻台民间市采访报道。旺 TV 行动客服全新登场喽！现在只要下载旺 TV 行动客服 APP， 并登入您的收视户资料，就可以马上查询电子账单、发票及直播频道等行动账单客服服务，让您带着走，一次满足所有需求。旺 TV 行动客服最聪明，请快去下载哦！旺 TV 数位电视。